没事，车能动，自行拍照，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Hello, I'm Bill Jung,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Getting a COVID vaccine can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Now, visa overstayers, including undocumented workers, can get vaccinated without worry. From December 3rd, 2021,to January 31st, 2022, overstayers may get vaccinated without being reported, detained, or banned from re-entry. Please get your free vaccin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ose with ID documents may go to designated hospitals or vaccination sites across Taiwan. For those without ID, please scan a QR code below to contact an NGO to sign up for the vaccine. Getting vaccinated will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硬料华尔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街。那祝大家新的一年，这个能够如虎添翼每一天都有机会赚到大钱。那在今年的这整个投资展望里面，大家我们该注意什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今年这个整个投资的重点要放在哪里，才有办法再去复制去年的一个超级获利绩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重点。那我相信在今年整个投资上你就记得一点就对了不该做的时候就做慢一点可以做的时候做快一点，这样子我跟各位讲保你平安因为今年呢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遇到所谓的升息，那我相信其实在年前很多投资朋友都已经震撼教育到了，所以你慢慢慢慢开始要把一些风险的意识拉高，就是说当行情不太对的时候你不要频繁的出手你频繁出手到最后的结果就会跟年前这一段一样。那年前如果你受到伤害的，我也觉得大家你也不要过度的一个悲观因为今年这整个行情来讲它还不至于说是一个大空头的一个开始然后就一路往下跌应该还不会，因为根据往年的升息经验来看，真正开始启动升息循环之后那股市反而是大涨的。我现在跟你讲你或许不会相信，但是你到了大概四月份的时候你回头来看股市，你会觉得哇这股票市场不太一样，懂我意思吗？那你说三月份会没有什么大行情吗？各位你看指数可能没有大行情，但是个股的部分有一些会领先大盘先止稳然后开始反攻。这边年前呢，很多个股已经跌升了，那美国股市不论是道琼还是科技纳斯达克科技股它都已经跌很深了，所以它是有条件去酝酿另外一波的一个反攻机会。那这一波的反攻机会我希望大家该积极的时候我们积极一点不该积极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积极因为你不该积极你乱积极这个可能会输到很大很大的钱，对吧？那有守住的有多的现金的，那我们就等年后嘛，年后跟他好好的大干一场在过年期间你看到我节目的投资朋友，我相信你最关心的就是说过完年之后大概有什么样子的产业题材是今年我们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我想这是一个重点。那我等一下节目上我会跟各位讲几个方向你慢慢听，我们先把这整个大方向先厘清就是说今年2022年到底还可不可以做。其实各位你来看一下去年台北股市2021年涨了多少，涨了3899点3899点其实也不多啦，我跟你讲4000点快4000点也不太多，因为就是14000到这个18000嘛，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在这4000点过程里面好多的股票都涨了好几倍，这才是重点嘛。那今年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行情？我跟各位讲今年呢
到两万点的话，那应该还有三千点。今年的一个涨势，它不太可能跟去年一样就涨快四千点。但是你说有没有两三千点的行情？绝对有，因为过年前已经先跌了，啊，对不对？过年前跌超过千点嘛，跌了之后呢，它反而就酝酿后面的一个上攻的契机。你在前面哦，你万八一直往万九攻，你攻不上去，对不对？那下来之后再攻，我跟各位讲，这个累积的力量会更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说，整个台积电它未来是有机会再创新高的。台积电这一波攻到六八八之后呢，回撤，对吧？回撤下来之后，我相信明年还会有一段。所以有些人说，未来两年内台积电它有办法持续创高的情况之下，台北股市它还是有机会去挑战两万点。但是在这过程里面，我讲了，我们面对到什么是升息嘛？所以升息股票上会先跌，但是各位你要记得哦，升息循环开始之后呢，股票市场会有新的一波大多头。那这一波的大多头，大家要参考什么？这一波的大多头，你就要注意什么？整个美国的经济数据啊，它有没有持续好转？懂我意思吗？那现在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因为 Omicron 可能经济会下修，目前全球的这个这个世银哦，世界银行它 IMF 啊，它也这样预估可能会下修。但是呢，你要记得就是说，当这个 Omicron 它如果后续有一些药物或者是整体有点免疫的话，它的威胁降低的话，那美国呢，它会迎来所谓的经济大复苏。美国政府它会用所谓的财政政策，现在所动用到的是货币政策，就是我无限量的印钞票去支撑经济。但是实体经济要上来的时候呢，它必须要看财政政策，就等于说你政府的需要支出要增加，增加之后呢，这整个 GDP 啊就会开始往上升。啊，现在就是说货币宽松，啊，它让整个私人的投资盛行嘛，啊，个人 I 的部分有上来，但是政府的 G 呢，它还没有明显的增加，所以未来这个货币政策可能会紧缩，但是只要财政政策持续宽松的情况之下，持续扩大支出的情况之下，它还是有办法去抵消掉所谓的货币紧缩所带来的 GDP 啊下跌，啊，那我相信这一次的 GDP 这个货币紧缩，它主要的目标是要压通膨，对不对？因为你通膨太高的话，对整个经济发展不利。你所有原物料都上来的话，政府要推动这个需要，需要做增加的话，成本会比较贵。所以它现在紧缩的目的是要让通膨下来，让这个需在支出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可以成本更低哦，买这些钢铁啦、水泥啦，哦，做这个扩大基础建设，它可以更怎么样？更加的便宜。哦，达到更有效率，所以整体上来讲，这个升息它会让股市跌，但是你到后面你会发现，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哦、各国政府都是一样扩大财政政策支出的情况之下，其实它有个抵消的作用，所以整个经济来讲，它反而是持续向上。经济在走的时候，股市是经济的领先橱窗，哦，那它就怎么样会先做反应，所以后续大家也不要过度悲观，哦，未来呢，新的一年。经济数据的好转会成为股市欣欣向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懂我意思吗？所以之前我就讲过了啊，这个股票市场呢，我在2020年我就跟大家预估啊，股票市场未来会大涨，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因为各国啊，这个因为要控制疫情会把人锁在家里面，那他会怎么样扩大所谓的这个货币宽松，货币宽松 QE 的情况之下，我说股市一定会涨，对不对？那我后面还写了一个加什么，加解封经济，懂我意思吗？所以前面我们现在走的是什么？走的是货币政策，后面要走的什么？走的是这个整个解封经济复苏的地道上来。所以今年来讲，虎年它应该是先跌后涨的一个行情，所以你不要过度悲观。那你说老师 啊这个有战争怎么办？我跟各位讲啊，我大概昨天花了一些时间稍微了解一下整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一个情况。那美国你看到他说啊，这个大使要撤出，然后呢他派了这个8500名的兵力从西欧调到东欧，很紧张，对不对？我跟各位讲，他调过来俄罗斯反而不敢动啊。你说那他刚刚把这个美国大使馆人撤走，
因为美国好像有一点哦，在这个里面希望情势要升温哦，他在北约这个地方才有话语权。但是这个打不打，我跟各位讲，不是看美国大使馆撤不撤，关键在谁，在中国大使馆撤不撤。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乌克兰他不可能发动攻势先去打俄罗斯嘛，要打起来一定是俄罗斯发动攻击入侵乌克兰嘛，对不对？那俄罗斯要入侵的话，他会通知中国的大使馆，哎，你们赶快撤哦，我要开始打喽，这飞弹不眨眼哦，都打到你不关我的事哦，对不对？他一定会先通知中国嘛，懂我意思吗？那他现在中国大使馆撤了没有？还没撤嘛，那怎么打？很多人都看不太懂，我这样一讲，你有没有搞懂了？懂我意思吗？彭博社啊，美国啊，有一些媒体啊，他就喜欢怎样把这个紧张气氛升高，因为美国在整个北约、在整个欧盟的话语权就会起来了嘛，对不对？他就开始说啊，这个习近平普丁通过、啊、这个冬奥结束之后就开始入侵乌拉克，哎，乌克兰不是乌拉克，乌克兰，对不对？那赵立坚马上就是肚皮啊，子虚乌有，这都是美国一些媒体啊，在开始啊，让整个局势有点紧张啊，让他们可以在整个欧洲这一块有更大的一个重视度，还有所谓的话语权，就这样子而已。那打不打？我讲了，你都要看什么？看中国大使馆撤了没有？啊，中国大使馆还没撤，那你紧张什么？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要打仗，你会看到中国大使馆会先撤离。那中国大使馆撤离，那我跟你讲，90%一定打了啦。啊，没有撤的话，发动战争的几率只有10%。你就不要太紧张，好不好？就不用随之起舞，很多媒体都吓死你了，让你造成亏损，你懂我意思吗？好，那整个大方向厘清之后呢，那接下来产业面要注意什么？我跟各位讲，元宇宙、电动车它的需求，它会带动半导体产业新一波的成长啊，你要特别注意啊，这个一定会发生。在整个电动车的部分，今年台湾也会很有感啊，你未来出去玩你会发现台湾、啊、大概有20座的这个全新的特斯拉的充电站会做启用。最近在台中、啊、新竹国道服务区、啊、就会启动3座。你到时候上这个交流道的时候、啊、休息站的时候，你稍微看一下，哎，你开特斯拉的，你可能就有什么，就有这个专门帮你打造的这个充电设备、啊、你就把车停在那个地方，你未来会慢慢越来越多。一定会越来越多，所以今年来讲，在整个电动车这个区块，我讲的不要放掉、哦、你或许没有感觉，但是国外来讲，国外很多电动车、哦、就已经开始怎么样吹油门了、哦、因为现在很多各国车厂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这些大厂、哦、都开始做电动车，在台湾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台湾顶多就是看特斯拉、哦、慢慢增多而已，国外不是啊，国外增多的不是只有特斯拉而已，好多好多的电动车、哦、宾士啦、 BMW 啦哦、全部都有，对不对？所以2022年电动车的普及率一定会怎么样往上做一个提升。那它一提升的情况之下，台湾很多厂商其实跟电动车是有关系的，不是只有特斯拉。特斯拉它现在把整个生产重心放在哪里？放在整个中国，所以它很多的供应链是在地化、哦、是中国厂商受惠，台湾厂商不见得受惠。但是未来呢，它会把产线拉回到欧美哦、这个欧洲它也在设。美国的部分呢，拜登也讲了嘛，我鼓励这些美国企业回美国生产、啊、所以特斯拉也响应了嘛。所以当美国的特斯拉工厂开始呢大量运作的时候，受惠的是谁？受惠的是台湾、哦、中国大陆的特斯拉工厂可能跟台湾没有太大关系，但是美国的特斯拉工厂一旦开始、哦、大量生产的时候呢，或者是欧洲开始大量生产的时候呢，台湾就有机会了，懂我意思吗？因为台湾跟这个欧美之间的很多车厂是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哦、所以在整个今年这一块，如果欧美的特斯拉的工厂大量生产的话，台湾厂是绝对受惠、哦、那你看看、哦、特斯拉接下来销售很好不好？当然好，插电式的汽车销量要突破1000万辆了。当它一突破达到一个规模的时候，各位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大家都需要用到充电桩、充电设施，不是只有出去玩要用而已，你回到家里面
有特斯拉的买特斯拉，家里一定都会有一个这个充电嘛。所以家里的加上外面公用的这个市场，这块饼会非常非常的大。台湾现在还不多，未来会很多，不是只有特斯拉而已哦，还有其他的这个汽车厂商的这个充电哦，都用得到。所以在电动车这个区块，不是只有电动车的零组件，在整个充电桩的部分、充电枪的部分，我相信去年很多股票是没有涨到的，今年它会有很大很大的机会，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哦，好不好？再来呢，元宇宙，我跟各位讲，或许你会觉得现在宏达电脑、预算哦，前面都涨过，现在开始休息。但是我讲休息到一定的时间，等它新的产品又出来的时候，新的气氛氛围又出来的时候，它还是会爆发。那它一爆发，它又会带动一头拉苦的元宇宙概念股上来。所以元宇宙这个，我跟各位讲，它是考古题，你一定要牢记，去年它的一个涨开始起涨的模式。当这题材发酵的时候，它先涨什么，后涨什么，再涨什么，这是考古题。明年还会再来一轮，一定要切记哦。今年啊、去年所发生的牛年所发生的元宇宙这些概念股，它的涨势你要把它记起来。今年虎年有一个时间点，它会从头再来再涨一遍，按照一样的模式它再涨一遍。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你要切记那个时间点。一到的时候，各位，一旦我所讲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联想到它后续会反映到什么。因为整个元宇宙的部分是今年科技大厂的一个重点。我请问大家，今年手机你会奢望它大卖吗？不太可能，对不对？三星折叠机有出来了嘛、啊、有没有卖的特别好？有没有造成轰动？好像也没有，对不对？那除非苹果要去抢做这个折叠手机，但苹果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没到那个气候、啊、至少 iPhone 10是不会有折叠手机的。 i15 i16 会不会，这个很难讲，那也是后面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不奢望手机会大卖，今天你该奢望就是电动车跟什么，跟元宇宙它会大卖。那元宇宙现在科技巨头都在抢啊，对不对？你看微软原本是做办公软体的公司啊，现在为什么要去收购所谓的动视暴雪？为什么？为什么要收购一家游戏厂商？因为元宇宙一开始要运用的话，第一个一定是在游戏这一块，游戏这块稳了之后呢，后面会怎么样拓展到购物这一块，购物这一块有了之后呢，我跟各位讲还会扩展到很多什么医疗啦等等之类的，教育之类的一大堆，所以这运用范围是很广的。所以你从它去收购，砸了 1.9 兆去收购游戏公司软体的话，你就知道了它要干嘛了，懂我意思吗？他绝对是要发展元宇宙了，跟你大干一场啊！所以元宇宙呢，在整个2020年的部分，有一些媒体讲了有七大的预测啊。第一个预测，他说区块链会爆发，其实这已经在爆发了。然后呢，音乐市场将保持两位数的成长。好，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呢将被套上紧箍咒啊，那就是因为元宇宙打压到他们嘛。再来就是说，游戏加跨界等于元宇宙魔力。这是我刚刚所讲的，从游戏里面会发展出所谓的购物。第六个很重要，这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玩游戏将能够获得收入、哦、现在其实已经有在发生了。那你说这个未来还可以怎么玩？我跟各位讲，你打游戏、哦、比如说大家过年期间你玩那个什么神叉野、哦、这个什么麻将啦、啊、或是德州扑克啦、啊、对不对？按一进去他会送你钱币嘛，对不对？那如果未来呢，元宇宙是跟这些数位货币做结合的话呢，你一进去送你的是以太币，有没有？送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币啊？那个币你到市面上去换，是真的可以换成现金的。那我跟各位讲，这就玩大了，懂我意思吗？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啊，这个好像跟赌博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整个虚拟货币这一块它有很多的法规是没办法管到的，你了解吗？所以一旦这个游戏跟虚拟这个货币、啊、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你打一个电动、啊、你的虚拟货币是不断增加的情况，你这些虚拟货币我们以现在的角度来讲，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来换钱，顶多娱乐用而已嘛，对不对？这场
这场赌大一点，有没有神来也啊，什么什么麻将啊，什么扑克之类的。但是未来如果这些东西是用虚拟货币直接下去做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你在打这个电动，其实各位你就是在赚钱，懂我意思吗？它大概就是这个概念。一旦这个形成的话，我告诉各位，一堆人哦就会接受元宇宙，你懂我意思吗？一堆人就会接受元宇宙，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地下经济就会浮出台面。你看现在很多这种线上赌博的机台设在东南亚的，对不对？它也是让你进去有个代币，可是那代币是你私底下汇钱过去，它才开个点数给你嘛，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啦。未来的话，它直接怎么样，就直接跟虚拟货币绑在一起的话，各国法规的管都管不到。那一定是发展到一段之后呢，各国才开始监管，但要开始强力介入监管的话，至少还需要两年的时间。那至少明年它这样子呢，它会让整个元宇宙的需求爆发上来。所以我讲的这个区块不要放弃哦，这个还有机会。再来呢，当元宇宙跟电动车的需求暴增的情况之下，它一定会带动半导体的一个需求，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苹果它公布财报，那外媒说晶片短缺仍然会影响部分产品，因为现在晶片感觉起来不缺，可是呢白宫最近发布的消息是跟你讲说 IC 库存只剩五天，怎么会这样，对不对？那先进的晶片全部向台湾买，那就会让台积电带动到很多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往前冲嘛。所以今年整体上来讲，整个产业面还是非常好，今年台北股市它还是有机会去冲两万点，各位这一点是有机会的，你不要觉得没有机会哦。升息，我跟各位讲，真正升息循环之后，它是股市大涨的开始，另外一波多头的开始，你要切记。疫情会慢慢消退，消退之后它有助于各国开始重新的大型基础建设，这也是会支撑股票市场继续成长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所以过年之前行情不好，大家不要过度的悲观，今年一样充满了机会，充满了希望，我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住新的一年的投资机会。所以今天你看到节目的，在新春开红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你可以锁定一档非常强悍的股票，新春开红盘，一开红盘你就可以马上赚到大钱，跟着冲就对了。这档股票我希望大家当你不知道买什么时候，你可以参考它，因为它会从二月份一路飙到四月份，好好把握住全新一年超级大多头的股票。这一档叫做2022飞天虎，我在2021年的节目上过年的时候我也跟各位讲了阳明要特别注意，我还算给各位听，对不对？那现在阳明呢，你可以看到真的不要上来，2022年是谁，就是他，好不好？把电话拨通，手机号码有01368，任两码的打掉进来，这档股票直接送给各位。2022虎虎贺新春，999黄金专案让您纵横股市，虎虎生风。2022虎虎贺新春，999黄金专案让您纵横股市，虎虎生风。黄金专线02-8511-3366，8511-3366。Live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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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直播。来不及，来不及，另行上线。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顶业投顾。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应亮华尔街，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各位，2022年绝对会有惊天动地的股票，注意这一档飞天虎，好不好？2021年的特别节目，我也跟各位讲过，注意阳明。今年我跟各位讲，就是注意它。啊，那去年货柜已经大飙涨嘛，今年会狂飙的是这个题材。把电话拨通，过年期间任何一个时段看到我节目的，手机号码有01368，其中两码中两码就好，不用全部都中哦。零大家都有嘛，那你有一个一或一个三或一个六一个八，把电话拨通。这一档2022年的飞天虎，2022年的超级大阳明，直接送给各位。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